个都准备好了吗？只要抱上这棵大树，你他妈瞎呀！你他妈瞎呀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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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就你这样的人，有什么可着急的？几个亿的买卖啊！哎，算了，都不容易。哥，哥，刚才是我不故意的，哥，哥，哥。看看损失多少，我赔给你。哥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哥，哥，哥，不用。那怎么好意思？忙活一天累了吧？没吃饭吧？吃的，我请客。去叼回来。真乖，但是我让你丢回来，我没让你捡回来。去，丢回来。丢回来。是啊。你谁呀、啊、兄弟过分了吧？我过分，我衣服弄脏了，我没用他赔，我还请他吃饭，你说我过分？你让他赔你衣服，这里过得去，这我不管，但是你不尊重他，侮辱人，这情可说不通，这我得管。哎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你管？你管得起吗？哎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！放开放开！疼疼！算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，他把我衣服弄脏了。你告诉我怎么去见呢？啊，我的体面值多少钱？我的衣服又值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对于穷人来说，尊严就像奢侈品一样，他买不起的，懂吗？娟，给我叼回来，捡了吃了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你衣服多少钱？他问我衣服多少钱？五万！我给你十万！给我十万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
我不是他，我不收小费。5万买你这身衣服，那5万买你对他的尊重。好啊，10万块钱拍着。我对他要多尊重有多尊重，你有吗？啊？老板，我信，这钱我还不起，我还是吃了吧。看着我，你觉得你自己低人一等吗？是吗？要不然有孩子吗？有了，儿子。多大了？快3岁了，明年就上幼儿园了。记住，你是孩子的爹，爹有权利，但是绝对不能躺。爸爸，干嘛呢？跟我拖时间呢是吧？钱呢？拿来呀！是不是还得回家卖房子啊？卡号告诉我去。我要现金，就现在。哟，啊！妈，这个味道。不用了，以后出门带点眼睛啊。谢了兄弟，走。等一下，年纪轻轻的记性这么不好。我这10万块5万买你这身衣服，还有5万买你对他的尊重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一码归一码，道歉。我上厕所的时候把马桶给弄脏了，我是不是也要跟他道歉呢？今天不道歉，谁也不要从这出院。你在威胁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知不知道这座大厦我是最大的业主，所有的黄金铺子都是我的，你不打听打听，谁敢不给我乾隆面子？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你看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是啊，太过分了。好啊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想讲道理是吧？这样让大家伙评评理，看看谁有理，该不该道歉。你要是不站理，你就给我跪下磕个头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来呀、啊、认为我有理的举手。认为他有理的举手。3、2、1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跪下，跪下。投票是吧？啥意思啊？想跑啊？听我的，举手。
姓他的举手。结果很明显啊，老哥，快过来。抱歉，兄弟，我谢你，我也不用你道歉了，以后别赶我们这行，把我们这行呢当个人看，我们真挺不容易。兄弟，楼上好几个单元的活都打了，我得抓紧干活去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，耽误多少活我赔你钱就是。不行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认为你的手能遮住天吗？我问你个问题，回答了你就可以走了。好啊，刚进来的时候我听说你要跟人签合同，跟谁啊？我找王小天，他这里最大那个写字间我租了。哦，我答应你了。这位就是王小天，王总，整座大厦都是他的，不仅这里，整个西湖这条街都是他的。对不起，这里不是你家后院，还轮不到你只手遮天。哎呀，王总，误会，王总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，没有什么误会。真的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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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用。他今天单子都超时了，这个责你得负。啊，是是是，我赔他多少钱，兄弟？单子都哪儿的？七楼、九楼，还有十三楼。一切走。行。我这是电梯，都给你坐了。走楼梯。哎，我坐电梯吗？你可不能比我慢。哎，记住，以后别碰别人的脸。在这里，我就是天，王小天的天。您的餐，下次要这么晚来就别送来了，真是废物。先生你好，来麦。这菜都洒了，我怎么吃啊？不好意思，你那多少钱我赔你。算了，都行了，我给你，下次小心点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先生，来饭。超时了啊！今天因为你，我没吃成这锅饭啊。哥，要不我请你？金夏是咱最好的酒店。不吃。对得起他路上的辛苦吗？哎，为什么上我这租写字间？因为外边人传你天天办事角，
但租金收的低，手里有活，还惦记我们这些业主。来，合同给我。多少钱？别人给你多少钱，烟在你的枕头边上放一坨狗屎。跟你这样的人在一个大楼办事，我心恶心。天哥，你看你不让我在你这办公，我的生意。兄弟，你也是需要养家的，别跟钱过不去。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你不值得为我这么做。啊，是，我觉得很值得。我注意过你，这边送外卖的，你上班去走，下班去，不管多晚，你都会接待。一个为了家人拼尽全力的男人，难道不值得人尊重吗？老哥。不过我怎么看你都不像送外卖的。兄弟，原先我也开过公司，但是因为今天这事儿倒闭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是能赚钱养家，啥活我都可以干。好，这是我这最大的写字点，租给你。跌倒了不怕，但是一定要有勇气重新开始。兄弟，我付不起这个租金呐。等你赚了钱再说。大哥，我咋办呢？既然老哥替你说情了，那我也给你找一个。哎，太好了，谢谢哥。走吧。哎，我留在这儿挺适合你。哥，你别玩我了。想在我的大厦里做生意，先扫一个个厕所。什么时候厕所扫干净了，你的心也就干净了。